你好，你好，限时十分钟，你能试穿多少套衣服，我就买那些衣服给你。OK 吗？十分钟哦，十分钟开始哦，开始，赶快，十分钟哦，十分钟。好，不用，来，你去吧。哇，哎，九分钟还没开始试穿哦。我们路人到底可以试穿多少件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哎，第一件出来，快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们的路人已经穿好一件了。哦，第二套出来，哎，我觉得很适合。哎，这里加上去。试穿一件，哎，帽子，那一套。第四套出来了 ，OK， 我觉得很适合背这个包包。很好，好，这套 OK， 没问题，下一套。OK， 好，再试一个，最后一套，一分钟哦。欢迎来，三、二、包色，包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成功了，八套衣服全部都给你，嗯，下去结账。今天买那么多衣服，你开心吗？开心就。请问你们觉得范君帅吗？你们知道范君是谁吗？是我。吃蛋糕，谢谢，没关系。喜欢黄色还是绿色？黄色。那拿黄色。我不能吃啊，因为乳糖不耐症。好，那不要，那不要，吃。所以我们才刚吃饱哎。饭后甜点是不一样的，你是绿色还是黄色？好，那黄色。帮我拿黄色，吃。我吃什么？对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分两瓶。觉得范君帅吗？没有，没有听过。范君是我，可以帮我吃蛋糕吗？没关系，谢谢，我帮吃。喜欢黄色还是绿色？黄色。那帮我吃黄色的蛋糕。可以，我们这次刚吃的。甜点是另一个味。好，谢谢。真的不吃吗？不吃。我最后一次机会哦。好。那你要不要吃？谢谢。好。妈妈，你在跟谁聊天？没有。那你要不要吃蛋糕？不要。你喜欢绿色还是黄色？我肚子很大。妈妈，新年快乐。快乐。那要不要吃蛋糕？妈妈，没有吃一个。你们会怎么算呢？不用钱，你只要跟我说新年快乐就好。新年快乐！那你帮我吃一个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什么？你帮我夹这绿色嘞？好了。嗯。刚喝酱。新年快乐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秀芬姐，好久不见。秀芬姐。秀芬，我不是呢。是啦。我不是秀芬呢。是啦。不是的。是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你。我之前跟我，你之前不是常跟我阿嬷去泡茶吗？跟谁去泡茶？跟我阿嬷。没有啊。是啦，是你啦。没有啦。哦，好吧。哎，秀芬姐，好久不见。秀芬姐。秀芬。对啊。是啦。好久不见，然后你好巧合，你应该忘了我了。我不是秀芬的。是啦。不是的。是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你。我之前跟我，你之前不是常跟我阿嬷去泡茶吗？跟谁去泡茶？跟我阿嬷。没有啊。是啦，是你啦。没有啦。哦，好吧。继续。买。继续。不爱念。继续。你走了。嗯。继续。你走了。点外送，外送员送到了之后，请他吃他送来的餐。走。放进去吗？这餐点到了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我们点这个来请你吃可以吗？过来这边吃。真的吗？对。这个是干面，对，请你吃。就是就在这边吃，不好意思，就在这边吃，没关系，好特别哦。对，你们在干嘛、啊？就是做一个挑战。是哦，然后我拿筷子给你。啊你口罩不拿下来吗？我不好意思，我第一次遇到。谢谢。真的吗？可以吃吗？直接吃，请你的。哦，那我就吃吃哦。吃啊。还不错啊。可以，好喝，好，对，挑战成功，点外送，
外送员送到了之后，请他吃他送来的餐。走。就在这边吃，不好意思，就在这边吃，没事没事，好特别哦。对对对对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就是做一个挑战。是哦，帮我拿筷子。啊你口罩不拿下来吗？我不好意思，我第一次遇到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这是吗？可以吃吗？直接吃直接吃直接吃直接，请你的。哦，那我就吃哦。吃啊吃吃吃吃吃。还不错吗？嗯，可以。好喝，好好好，就是挑战成功。好笑！